鬼才导演礼哲沙也马兰最擅长拍估你唔到嘅电影，成名作《鬼眼》主角 Bruce Willis 去到最后先知道自己系鬼。1999年嘅《不死劫》，而到结局先发现主角 Samuel L. Jackson 饰演嘅 Mr. Glass 系终极奸角等等，真系考起一班观众。讲到近年导演经典之作，一定是2016年的《撕裂》，主角 James McAvoy 饰演的 Kelvin 有24个人格，当中人格 The Beast 拥有超人类的速度和力量，非常残暴。当观众以为故事完结，原来 Kelvin 和不死劫的 Bruce Willis 有关，正式展开惊栗英雄三部曲最后一章。 Do you believe you are an avenging angel, partner? I believe I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before he gets out。二零三讲述 The Beast 再次现身，而无坚不摧的 Bruce Willis 就开始追捕对方。同时 Mr. Glass 发现呢件事之后都大有阴谋。导演话，其实当年拍《不死劫》嗰阵都已经谂埋二零三嘅剧本，20年后终于完成三部曲，究竟个结局会几出人意表呢？未入戏院之前唔温下书，一定会唔知剧情发展。立即登记下载 HMVOD， 睇埋《不死劫》同《撕裂》，仲有礼哲导演成名作《鬼眼》等其他经典作品。以及近40套二能惊栗电影，包括《鬼娃安娜贝尔》、《小丑回魂》以及《早业》等等。由1月18日至24日期间 ，HMVOD 日日送 Google Chromecast， 每日喺 HMVOD 点播最多影片嘅嗰一位 HMVOD 有效月费用户，即可赢得 Google Chromecast 一部，等你喺大电视舒服睇片。成功登记并点播嘅新用户，仲会获赠260点数。立即登记免费试用一个月啦！